忘初衷，给我，我忘初衷。对，哎，你为什么？他们就是找不到真的看起来很猴的人，然后又有抬头纹的人。抬头纹生还人。独家山道猴子主角首现身，富三代名 YouTube 千金与小猴一军。我拼命加班，绿到发光，爱的负担让我疯狂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哭着求我留下来。是至今周杰伦作曲与和弦 MV 高仿爆红动画山道猴子的一身新歌《莫忘初衷》，上线一天35万点阅，直冲 YouTube 音乐类影片榜冠军啊。哎，我们独家专访了片中三位主角，先锁定为戏牺牲剃平头的猴子原唱本人2000，直接给那个阿妈剃，他把我剃到我头整个都流血，靠超大力的。我几个好朋友他们都是跟我讲，你剃比较帅啊，你剃比较帅啊，对，然后就被拱过去了。看起来超像八九的他竟然自曝是富三代，妈妈的娘家背景叫人跌破眼镜啊。我那时候前阵子就想要做自己啊，然后就拍了一首歌叫 Summer Day 啊，然后就跟我妈拿了5万块去拍 MV， 连那个山道猴子的预告都比总点越高。家人是在做什么的可以分享？真尬欸，家人是要讲吗？游乐园的，游乐、哪一家游乐园？当巨人，然后我那边很热，它会加速那个。不会，没有这种东西，没有这种东西。每次出了一首歌，然后红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开始做自己啊，做自己想做的东西，然后那个东西就没有，然后就不红。对，就等于浪费了那一次起来的机会了。对。他想当原子少年，冥王星，shout out蔡承佑。那我们就来 Q 猴子的女一直播主兼女仆店员齐赖，不说不知道，她也有个响叮当的背景哦。我第一次上新闻，每次讲到觉得超好笑，人家就说：“哎，你跟你爸怎样？”说：“我爸我跟我爸吵架，我不知道他怎么看，没有联络蛮久了。”不要在新闻上面讲这个。讲啊，齐赖的爸爸是试车型的 YouTuber， 有60几万订阅户呢。都要透过我的手机，所以呢，我也就不用那么急着装手机架了。哎，手机还是拿起来看一下吧。他跟女儿生闷气起来，听说都已读不回电。会有讯息啦。最后介绍这个第二个女友思琪，不得了啊，她比粉红头发的山道女神更适合犯贱。我以前接角色接灵眼，就是很，然后讲话就是很好像把别人带入一个陷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可能怂恿别人去做酒店啊的那种角色。我就很常被讲说我这样好一句，你说这样吗？发型对，Oh my god， 我一句。你这款行为叫做啥？你知不？猴子下棋下井，真的有像哎，回不去了啦！这三个射手座这么年轻就抓到了大好机会，前途会不可限量吧？念书时在网络发表歌曲被谢和弦相中提携，2000不想下一步也继续蹭。小人国老板的外孙这么说：要突破，而且我们这种只是二创而已，我们只是站在那种巨人的肩膀上看比较远而已。三立娱乐新闻报道。